这边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门市岁末要来跟大家讲一些门市不可以公开的小秘密。先来介绍我们的五仙女。大家好，我是以杰。大家好，我是妮妮。大家好，我是伟霆。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大家好，是雨欣。跟大家介绍，你觉得小众但是是黑马的爆款。然后我先，他跟我分享。我觉得有一个皮夹，它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它卖超级好。谁啊？就是691。691，后来自己也买了。自己也买，所以你觉得也是小众就对了。就是我一开始对它没什么兴趣，但是呢，我就有一次刚好想说，我来换个皮夹，对，我就试装。它只有八个卡夹，可是我装了15张。然后没有爆掉吗？没有爆掉，还扣了钱，拉链也拉得上。真的？对，超大。偏质感的女孩，偏质感有没有？质感女孩，质感女孩，什么大包包哟？这是重点。你觉得最难忘客人？我要搞笑的，搞笑，有色有的。雨欣先呢？好，雨欣命有招一些难忘客人。他把手机就直接给我，结果画面上是播到一半的。适合你的样子，这个就是适合我的样子，珍珠一定要买，对，
哇，超美的黑跟白，而且是我们李宁的最经典，它都在